我们的床终于到了。怎么样，大爷？我这个小椅子还舒服吗？买的是一比一复刻的。在房间里太热了，穿羽绒服。我以前是打算放在边边角角，专门用来看我的鱼缸的。我现在考虑到你这个皮这么白，哎呀，安姑她买了那些水彩笔之类的，就给你这个画画画。我知道啊，当时我就是很想买深色的，然后你说不太搭，要放在这个角落嘛。摆过去肯定非常搭。后来我们又想来想去呢，试来想去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一套深色的沙发。因为我们整个房子都很浅的颜色，要有点深色的沙发。我不是这么想的，我之所以答应你买一套深色沙发，是因为我太了解小朋友的战斗力了。像昨天晚上不是就在沙发上跳了吗？对啊，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新床？这就叫做亲情打造啊！我们自己到仓库里面，自己到工厂里面去试床，软硬度啊什么的都可以试。我觉得房子都新的，那个四件套肯定买新的吧，不要从那边搬过来。嗯，无所谓吧。其实小朋友的话，新的反而没那么好。他这张床可能还没那么快要用。对，这个可以晚一点用，不拆迁也可以。安哥这张床好好看，我想买一套很公主的四件套在这里。那我觉得你们很少用到的话，就我来这里睡吧。你是公主。我很想做小公主很久了。这里又可以放一张80公分的桌子，我用来办公啊啥的吗？你懂的啦。你懂的啦。就先给我用，不用的话还容易放坏。现在的原木跟实木，现在的奸商啊，又把实木做成了好几种标准，乱七八糟的。我只认它是一整块，或者说几块原木拼接出来的，这些对身体啊各方面没啥影响，特别是给小朋友用，质感非常好。不过像这边嘛，我觉得小朋友就算了，真的不太合适。大人睡个几年，用被啊把他们也摩擦光滑了，再给小朋友睡还差不多。大人把他们抛光好。对啊，以前是想放在主人间的，我说这个一到了冬天啊，那个被啊透风凉啊，拉倒吧，好看就放在这里好看呢、啊。你说心情不好，惹我们生气了，就你过来这边先睡。那我巴不得天天惹你生气。其他房间要是一个小客房啊，还有我妈妈的房间啊，都是1.5米的，他们不要大的。这个是主人间，我感觉软硬度刚好啊。今晚就搬过来住好不好？今晚就住，今晚就住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开玩笑的啦，我们已经选好了日子，正常是不要去改动。这个是我妈妈的房间，她说不要1.8米的，太占位置，然后给她选的是1.5米，可以放两个床头柜，后面再买一个大一点的40公分的斗柜给她。化妆啊，放一些袜子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。她这个角度比我们主人间还要好很多。主人间的优势只不过多了一排柜子，用来存放杂物而已。对啊，差不多嘛，这个放冬天的，这边呢就是放当季的。那边放当季的，这边放冬天的。啊？安姑没在这啊，我可以玩，我在的话他不让我玩。床垫的布料颜色有点像2020年那个时候用的，这个颜色不好看。有好用就行，它的面料比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针织的要好很多。一个新家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完善起来的，有些东西没完善的也一天一天在进步。慢慢弄吧，也一下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一下也掏不出来钱要买那么多设备。哎，我觉得东西多了，现在反而很乱，要明天早上
把那些箱子该折的折掉吧。对啊，我先把这个给处理掉，它装上之后就比之前好看一些吧。 OK。 嗯，很漂亮啊。还行，其实不用打螺丝都行，就直接这样算了。你看它这样能卡住，我就不用打螺丝。那小朋友会不会乱动那个掉了？哎呀，对啊对啊对啊，还是把那个螺丝给打上吧。还有那个柜子的标签可以撕了，这个，嗯，可以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柜子啊！在这里看鱼啊，会不会太远了？还好吧。喂，你那视角好不好？还行吧。我就是留着这个位置呢，以前打算拿来喝茶呀啥的，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太常喝茶，也不太常在家里面。昨天我喝了杯奶茶，今天早上凌晨4点才睡着。这里以后呢还是放一个小的那种小茶台吧，偶尔自己搞一下功夫茶呀，或者在这里搞一些小花架呀也好。剩下的位置呢就交给我们的小朋友尽情的发挥玩耍了，我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嗯，你的千年木都没有放好，没有放进去吗？没有，我是一直在等这个东西啊。嗯，对，买了10斤的火山石，把它给铺个底，它就比较透气嘛。据说这种食物很容易烂根，那就买一点给它垫一下。走啦，起来啦，我们晚上再来。我那个电视还没有调试好，哎呀，太麻烦了。现在买个电视真的跟买了个爷爷一样。哇！真的开心的起飞呀，安哥。把妹妹也接过来了，一起调这个电视。花了一整晚的时间，终于把它弄好了。哎呀，好棒啊！有客厅了，马上就秋千都不玩了。坐你坐妈妈的位置，别走，坐妈妈的位置。别，别走。走喽，回去喽，妹妹。这个是给安姑的，这个是给妈妈的，这个是给我的。哎呀，真是麻烦，折腾了一大圈。妈妈那也试试啊，不在那边待妈的。还弄了一个音乐播放的软件。OK OK， 完美了。很想搬过来了。哎，他不愿意走了。我也不愿意走啊，我也想在这里住了。要不你们先回去，我整一下这个花。你们先回去好不好？啊，你都没吃，没开车过来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妹妹妹妹。好，你先好好安过，好好好。走了，走了。taxi， 阴阳阴阳呀。一玩的开心又出马尿，回去。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